这叉烧你很不舍得放下呀，一边拿叉烧一边喝汤，你这个两手啊，说明啊你很厉害。哦，这回有云吞，你不要放在最后吗？呀，一口吞了，都别让我看一下里面长啥样。我放你就行了。那下一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回来以后告诉你电影演啥呗。漂亮，我省了电影票。哥哥想吃叉烧面，然后这一家也是在红帽桥哦，这一家在红帽桥，叉烧饭、叉烧面，看着不错哦。我来一个叉烧云吞面。哦，这里边有哎。吃的。这个云吞是之前煮过，再热一下的。面好了。嗯，就淋上酱汁的，卤汁还是酱汁的，搅拌一下，有点青菜，然后呢放叉烧。哦，嗯，蛮漂亮的。Hello。哦，还有一碗汤。你要什么来？叉烧云吞面。啊，多少钱啊？4.5。4.5。来点酱吗？放旁边。好的。嗯，嗯，试一下，这个可好吃了，我喜欢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红帽桥724座主楼下的这个小贩熟食中心的这个叉烧云吞面。它是炭烧的黑叉烧哎。对，炭烧的黑叉烧。难怪颜色这么漂亮。酱油色的黑叉烧。嗯。看一下整个里面。除了这个叉烧肉之外，还有3颗这个云吞。是只有3颗吗？1、2、3。它你确定里面就没有了吗？对，我确定。它还有这个青菜啊。嗯，有青菜。另外有这个传统的竹升面。竹升面好像是拿东西搅拌了一下。然后配上一碗汤。啊，这个汤看颜色的话，感觉蛮浓的感觉。对，蛮浓郁。嗯。先来吃喽。先来吃。我们还加了2个酱，一个这个酱，还有一个这个。一个是辣椒的酸辣酱，一个酸辣酱，一个是辣椒的碎酱。对，嗯，好了，试一下的。来吃一个叉烧。嗯，黑叉烧。叉烧肉是甜的。啊，叉烧好像基本都是甜的，但它属于黑叉烧。炭烤。对。叉烧。炭烤的。对。嗯。猪肉的那个油香伴着那个甜的味道。在嘴里面一步一步的生活。哇哦，真的很不错哦。是不错。嗯，试一下它的这个面。好的，我感觉竹升面的话，就是说放了很久的话，也是有一点点 Q 弹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吃一点它下面蘸的汤汁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它给你拿汤汁搅拌的。对，下面有一点。它有叉烧饭，有叉烧面，然后还有其他的，还有什么猪脚的，还有香肠的，感觉很特别，种类比较多一点。他家这面，嗯，我是下面那个热热的这个汤汁啊，本身这个面它是 Q 弹 Q 弹 Q 弹的哦，它不是那种很软的面。哦，这样子，好像基本竹升面基本都算是 Q 弹一些的喽。哼。看你弹到哪个程度了，是弹到了1米远还是10米远了？我的那个很浓郁的这个汤汁，嗯，那吃到嘴里面，它除了这个面本身的这个香味之外，还有这个汤汁的香味。哦，这样子哎。我们蘸一点那个辣椒酱。好的。它这个辣椒酱我喜欢，感觉就是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在里面。哦，这个拌的这个面吃正好。今天吃过，感觉这面怎么样？还挺不错的。我以前吃面都习惯吃汤面。啊，对，比较多带汤的，但也可以把汤分开嘛，吃完面再喝汤更爽哎。嗯，吃一个它的这个馄饨。嗯，看它那个云吞，对，云吞里面是什么馅儿的。
看一下啊，有猪肉，感觉好像还有虾。但是有虾的味道怎么样？哦，那就不错的咯。试一下他家的汤。嗯，这叉烧你很不舍得放下呀。一边拿叉烧一边喝汤，你这个两手啊，说明啊你很厉害。这个汤啊，就是应该就是纯粹的那个面汤。它这个汤啊，喝起来就是说还是蛮舒服的。嗯，配着这个面，这有的时候这个汤不需要你加一些什么。就是吃一点点的面，然后再用一点点的汤水送一下的。对，这有一句那个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原汤化原食。这就是原汤咯。对，原汤化原食，就味道都是很像的了。你喝的汤就是煮，就是煮你吃的东西煮出来的味道。你更喜欢吃它的面呢，还是云吞嘞？云吞。我看你都不舍得吃哎。嗯。好的东西放在最后吃。好吧，最后我帮你吃。快吃掉。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一会儿吃我自己想吃的。这叉烧怎么样？肥不肥啊？总体来说不是太肥。好像叉烧多半的话都不是很肥的，对不？哦，最后一个云吞啊，你不要放在最后嘛，呀，一口吞了。这边让我看一下里面长啥样。我告诉你就行了。那下一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回来以后告诉你电影演啥呗。不要了，我要省着电影到了。哇，哥哥今天胃口不错哎。嗯，肉肉就当青菜吃啊，一口一口的往里吃哦。不错不错，吃饭香嘛，吃饭就得香嘛。剩下的叉烧都是瘦的。哦，你是先把肥的吃掉了，然后再吃瘦的。瘦肉自己。还剩几个叉烧，看着争取吃掉咯。一口气一鼓作气，肉肉都干掉。嗯，不错。 OK 啦。 OK， 吃饱饱了。吃饱饱，不错呀。把汤喝了。把汤喝了，来干掉了。爽。嗯，总结一下。嗯，这个炭烤的叉烧云吞面味道非常的好吃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是炭烤黑叉烧。这个炭烤的黑叉烧的，这个黑字感觉好特别哦。黑叉烧的，它这个色泽偏黑，这肯定很好。会不会偏甜呢？不是很甜的那种。嗯，广式的你就必须要有一点甜味。对，这个面是筋道，然后裹上它的这个汤汁，你吃到嘴里面就是，除了这个面的香味，还有这个汤汁的香味。哦，这个辣椒酱我也特别喜欢，我也感觉不错。然后另外这个酸辣椒也是非常的开胃。但是如果你吃到一点腻了肥的那个叉烧的时候，嗯，来一点那个酸辣椒，嗯，吃了以后，嗯，就非常的开胃。我觉得也是。总体来说4.5块，然后这个味道，然后这个分量，值得推荐。值得推荐哈。嗯，那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。这一餐我们就吃饱了，我们下一餐见喽。拜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他们家还一直有人点东西，也不错哎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转一圈，晚上哦，天黑了，我的天哪，回家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小哥子睡觉了，嗨，嗨。他怎么了？一只脚，你怎么了？嗨，他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？